耶、yeah, ，弟弟有没有开心？有，你看这里有那个什么声音？蝉。可以烤肉哎，咋了？好大呢！你看，我们要去哪里？要先去哪里？哦，应该是凑不完了。的形象对不对？哎，对呢，哎，是真的呢。我们到了一个鸭肉，哪里？鸭肉，草的味道好香哦。白色的，你看弟弟，对呀、啊，母，不可以进去啊！你看，只能在这里。你看那个母好大，对不对？还有那里。羊妹妹，不是啦，这是牛。这里是餐厅。啊，就在这里换的，在这里可以换牛奶。得了，走，我们要去找牛。怎么？这里好凉哦。是在山顶了，对不对，青董？好高哦！我们还弟弟会不会累？不会。啊，弟弟不会累，弟弟好棒哎！我们到哪里了？在哪里？啊，就前面那里。你看这个也很漂亮啊。对呀、啊，那是写英文。你看得懂吗？一层白都是的，大的兔子宝宝的家，有味道，兔子的味道很重。弟弟，兔子嘞？哎呦！小兔兔，拜拜！小小的，然后等一下，太热啊，小兔子在睡觉。兔兔哎，肚子都凑在那里啊，比较凉，没有起壳啊。找我们去找牛，那个是羊哦，在上面那里。羊都在上面溜滑梯呢，大眼睛，还要上来，他要跟你要吃的，弟弟会不会怕？你看羊妹妹，他要跑出来，他肚子饿了。嗨，跟羊说拜拜。嗯。好大呢，这在怀孕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这里，它的嘴巴都露出来。他以为你有带红萝卜给他们吃。哎，我来。
里面有两只鹿。嗨，这里小喵。那个是鹿。对啊，那个是鹿。鹿好好看，我喜欢鹿。就有两只而已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羊妹妹在吃哦。这里给你们蔬菜吃哦。不理我。他们在吃好料，这个不理你。他们这是。哎呦，你要给他的嘴巴啦。不要被抢走，不要被咬走。还有另外一个弟弟呢，弟弟不敢，弟弟会怕。啊，姐姐不要，啊姐姐，姐姐用好了，快一点，她很饿了。你看，姐姐她都这样子，嗨，姐姐就嗨。这个比较小，给她。姐姐跟爸爸，爸爸。爸爸帮你。啊、姐姐会怕啊，妈妈牵牵手。对啊，他们也是要喝奶奶啊。妈妈在吃黑色的。哇，他们喝，好喝的牛奶。喂，这里那一次都没有喝到。你要给他的嘴巴啦。哎呀，他一直过来呀、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过来，他跑过去。哦。不用怕啦，他不会咬你。弟弟要不要试试看？不要，不要，弟弟不要哎、欸。还吃啦哎，还要吗？还要吗？他说不要。哎，那一个不要呢，对不对？弟弟这，对，这只好瘦。弟弟要试试看呢。哇，弟弟好不好玩？哇，弟弟勇敢呢，好玩了，哎呦，哇，弟弟要自己，他们不要呢，那有两次，可是他不要，那个是在睡觉了，弟弟你的手要小心哦。哎，弟弟不可以，你还要亲他，那个呢？好了，喂完了，走，没了，走，我们去到那里有小鸭鸭，走，哇，好可爱耶，大吗？要吃肉肉，小鸭鸭不吃肉肉，那个是鸭，老公公。走了，啊，那里还有，那边再是牛，对不对？好，要吸小熊，因为刚刚有摸到羊，好冰哦，好，哎，那个很特别哦。今天那么多羊。啊，这里就是。不是说是牛吗？对呀，啊，不是牛吗？走，我们还没找，还没找到你。好，不要再出来。哦，那只有一只白色的，哦，这里好臭，羊的味道很重。你看，他们在吃草啊。对啊，你看那只羊在，他们在吃。里面好多哎。没有任何什么没，嗯，但是味道真的还蛮重的哈。等等，太阳开始出来了，要开始热了。我们到了牛这里，看好多牛。
没有，这是他们的大便。哎呀，睡午觉啦！太烫了，就是没味道哦，这里不会臭。这里很香哎，有那个牛奶的味道哦。这么香，为什么这么不来？他找你了，嗨！他有号码呢，0976。嗨，我们没有带吃的，你那里有？他们很乖哦，我叫0976哟。换牛奶了，因为弟弟没有门票啊，所以只能换三个。哇，流汗喝牛奶，好喝，哎，真的好喝，这个比较好喝，很像巧克力，有没有麦芽的？弟弟，好不好喝？好喝，赞。三个里面我最喜欢，你喜欢喝那个？你有喝过那一个吗？我们要做 DIY 了。这 DIY 哇，好可爱哦，有茶壶，有佩佩嘞。啊，我们要放这个，做这个 DIY， 你看好可爱的牛。上去哈，领导你要做什么的？我要先给我黄色。你要黄色啊？就像茶壶爸爸，姐姐的 Hello Kitty 好可爱耶，胖嘟嘟的 Hello Kitty， 耶！你弟弟的嘞，好，跟那边比看看，弟弟姐姐的是哪一个？是那个 Hello Kitty 弟弟的嘞，差很多。这个是茶壶，这个是茶壶爸爸，对不对？好棒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刚刚应该画这个佩佩也简单的啊。好了，走，收起来。我们 DIY 成功，对不对？耶！站进去，带回家喽。